关民众于社群媒体反映因礼让救护车而遭科技执法侦测举发交通违规的情事，经本分局调查，确实于111年12月16日下午14时32分左右，于中和区中正路板南路口，确实有救护车行经该路口，导致前方车辆遭科技执法侦测举发一事，本分局将主动行文处罚机关撤销该笔举发单。那综合分局也呼吁各位用路朋友行经路口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以维护大家的行车安全。